最近李小璐的眼皮上了热搜，大家发现她带着女儿甜心做直播的时候，标志性的欧式大双眼皮变成了三层眼皮，看起来更加醒目。而一直在旁边用小奶音刷存在感的心爷，还是跟从前一样，三句话不离她心中最爱的小哥哥王源。你下次见到你的那个哥哥，一定要不要那么害羞，好不好？哪个哥哥？然后我们一起表演节目，好不好？哪个哥哥？我圆儿哥哥，王圆吗？王圆叔，王圆哥哥。不仅跟着妈妈做直播要提爱豆，在爸爸贾乃亮直播他弹钢琴的时候，星爷也是撇下老爸在一边，用一口东北腔大喊王源，还不停地向镜头热烈表白，星爷这迷魅力真是杠杠的。那我喜欢王源，王源可可爱了，我就喜欢王源。朋友们，大家看到我的家里地位了吗？真的，王源啊，这算是对你的表白吗？真是。那你要在这跟王耀，哎，王耀哥哥在对面。哥哥，我再给你弹琴。正巧李小璐最近跟王源一起参加的新综艺《青春旅社》昨天曝光了新海报，李小璐身穿白皮短裤，十分少女。王源也是一如既往的充满青春美少年气息。这下星爷不用担心王源哥哥听不到你的表白了，妈妈一定会帮你当面转达给爱豆的。